大绿季2009-2010年参加春浪音乐节之后，此次是第三度参加春浪活动，才刚进行完台北演唱会，休息一天后，今天他们全体出席春浪记者会。团员小薇笑说自己还在神游状态，主唱金峰更是建议以后记者会可以在晚上举办。小巨蛋演唱会博得好评，尤其在 talking 桥段，金峰更是口无遮拦，百无禁忌。金峰称私下自己更是百无禁忌。今天杨宗纬也一同出席活动，在后台就有被吓到，是因为阿福今天穿了一件水蓝色的裤子，哎，还是你们要照一下他的裤子？他是，但是他的裤子的该逼呢，就有一个咖啡色的补丁。当他大腿开开的时候，你就觉得他有拉屎在裤子上，然后后来就发现，其实我们这一套那个宣传服全部都有一个不同颜色的补丁，但我们竟然现在才发现，所以我们今天就是，真的吗？然后全部人就有志一同把大腿都打开往下看，然后有点吓到他这样。杨宗纬除了解释与李宗盛大哥的不合传闻之外，还自曝自己喜欢看相亲节目，甚至表示自己不舍得节目中的女嘉宾被带走。口无遮拦的清风当即告诫宗纬，一切都是浮云。很多女嘉宾都是我觉得就好像自己妹妹一样被人家带走，我都还蛮难过的。你不要沉迷这种电视节目啦，那都是假象。台北报道。